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慢生活。这个小花坛是白子莲，长得不是很漂亮，我准备把它移走，重新栽。今天要开始改造白子莲小花坛这一块，先把它移掉，然后再种其他的。这一片空地我准备把那个白子莲移过来，让它种在这一块作为一个花丛。先挖了一条沟，这个还需要再深一点，到时候把白子莲移过来，这一片应该也会不一样了。把刚才挖出来的白子莲搬到这一块，这一片被我清理出来比较空，刚好可以种一圈白子莲。今天一拉靠近油箱这边一条，今天把第一排清出来了，清空了。这些万寿菊暂时留着，等它清空以后再种其他的。好了，今天就把那个白子莲移到泄洪口边上，今天就移在了这么一块，接下来要浇水。浇好水了，现在就等着它们在这一块静静的生长。今天继续这边的白子莲也要挖出来移走，把这一块小花坛尽量空出来。好了，中间一排也挖空了，现在就剩下上面一排，等下次了。先把这个挖出来的去移栽好。今天把那边的白子莲又移栽过来，移栽一条。这边这个花坛差不多快满了，那边的移过来差不多。今天要继续把上面一条白子莲全部清除掉，那这一块就完成任务了。今天只挖了一半，上面一行还剩下一半。天热起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，算了，明天再继续吧，先把挖出来的去种上。好了，这一排都种满了，剩下那边没有搬完的，以后只能往栏杆边上去移了。这一块花坛已经全部种满了，接下来浇浇水，就让它们在这一块生长繁殖。今天又完成剩下的一半了，中间 take 一个 break， 把这挖出来的先运走，然后再回来争取今天把这一个剩下的白子莲全部挖完。哇，这一块终于经过日以继日不断的挖，终于把它挖空了。啊，这个空出来就可以种我想要的花了。剩下的这一批挖出来的再继续把它搬走，今天就大功告成了。这一块把白子莲搬过来了，这一条种满了。然
后剩下的就堆到这个树丛下面这一片，让它自由生长。如果它愿意，它可以疯长。这一块都交给你们了。蟹虹口这一块改造成果，把那些杂树杂草剪了，修剪了，整出来一块空地，沿着栏杆边上移栽和扦插了一圈粉花凌霄，然后外面一圈移栽了一圈白子莲，然后这个花坛四周种了一圈移栽过来的白子莲。这是这一块，现在看起来已经有点模样了。上次一个邻居遛狗还说这一块不错，很漂亮，有点小得意。今天开始要清理这一片杂草啊，白子莲啊，让玫瑰凸显出来，先一点点清吧，一天肯定清不完，今天想办法清到这个粉屏山这边。开始吧，今天先清理出这一小片了。这个万寿菊就留着了，现在到粉冰山这里，后面还要慢慢清。今天要把车道边上另外一半的白子莲也开始移走了，也蛮多的，蛮杂的。移走以后种玫瑰，种郁金香。今天把车道边上白子莲这一条又移走了一部分，现在这边空地出来可以种玫瑰。白子莲移栽过来就放到这个露台下面台阶这一条，就让它在这一块生长，它应该是比较耐阴的。浇水的话，平时浇花冲露台都可以有水洒过来，有时候也要淋水过来浇一浇，希望能在这一块长成一片绿荫。这边的剩下的白子莲又移走了一部分，本来以为一两天的工作量，结果还是需要更多时间。看起来好像不多，但是花呀、移呀、搬呢，还是蛮费力气的。剩下这些可能还需要几天才可以全部清除，接下来才可以种我喜欢的花花。这一块还有不少要移走清空，然后那个土可以晒晒太阳杀杀菌也不错。这一条白子莲要移走一批，现在剩下没有多少了，应该明天能够全部移走。白子莲它是有点喜阴，所以给它找了一个比较偏阴的院子里面给它们种下来。这一块我准备种玫瑰、郁金香、
鲜艳一点的花，作为行道更美观一点。今天把所有的白子莲全部清空移走，这一块彻底空出来了。接下来我的玫瑰们可以陆续登场了。这一块移白子莲花了好几个月，终于让它们到该去的地方，剩下的空间整理出来，然后一点点扦插呀、移栽呀、播种呀，我的玫瑰们该登场啦！这一条要慢慢朝着我的理想迈进。谢谢。